进屋了，进屋我们就走吧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先走吧，好不看见了。哦，在那边有人打扰他了，你看他头上没有，对不对？走了。那我们站在风景上面拍一张，好吧？爸爸抱上去，他先。他妈吃饭的，我。你老虎去了，你错。哪不跟谁都不好玩？咦，这要开门呢？ 不是你啊，你看那个啥，那个，你看那个什么东西？你看白痴，白老虎。进去了。啊？你那几个灯，那个手很多嘞。哪个东西在家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管你了。哦，你看那灯，你也在弄啊？啊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 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这个他那个可以的。可以的。那个。哎，不是连拍呀。这老虎还在宝宝，在毛巾上，毛巾一样的。我们那天几个人在那边装。 我们带他看看小鸟就不一样。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好好好好，下来了，看那个老虎下来，下来了。猛虎下山脚。下来，那累了。来，开。高吧。 我要这个。哦，不看了。怎么那么客气？看看把头发，看看把头发上的东西吧。没有。没有。快点，我们去。 看爸爸头上有东西吧？没有。看爸爸头上。没有哎。这么远？没有哎。好像他还有二楼呢。